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。嗯，咔咔就是表扬啊。是。项目的事儿，处长提了吗？提了。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。太好了，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。你说这个一把处长这是？处里有俩处长，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，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。你把人参送给谁了？我就是送给郑副副，反正指定是个处长。嗯。他长啥样？肚子不太大，个头不太高，戴个小眼镜，有点掉眼梢。袁总头疼啊，心疼啊，送错了。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，嗯，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。嗯，郑处长，这电话，副处长，他俩处长，这看看是哪个处长呗。嗯，姓郑的那个副处长，你快接电话上。接了我说啥呀？就是，这是我孝敬你的一点小意思。我不想孝敬他呀。你已经孝敬他了。我这人不会撒谎。哎，郑副处长，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。你这礼物挺贵重啊。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呐，独一无二。您喜欢吗？您要喜欢，袁总还有。以后再说吧。袁总，你怎么了？电话拿走。一颗破人参，至于这样吗？你懂啥呀？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，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呢。其实接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我姓傅啊。袁总在吗？姓傅的那个郑处长，接电话是不是？接处长，我是小袁啊。你说有事儿找我，怎么还没到啊？马上就到，您等着，您等着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